台视频道最温馨欢乐的好戏，《家有喜事》第三季守住爱情，精彩剧情。文川想重新做人，昔日兄弟却突然现身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陈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红玄真爱酒后乱性，生米煮成的到底是熟饭还是稀饭呢？宝贝，我后面昨天晚上是你硬拉我进来的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，《家有喜事》第三季守住爱情。本节目由 Mayho 香氛机冠名赞助。